这个世界跟童话故事很不一样，一个女人不知道要吻过多少只青蛙才能遇见心中真正的王子。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们都不要再骗自己了好不好？你曾经是那个我认为最值得最想在一起的王子，但很可惜我从来就不是那个适合跟你在一起的公主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 Sexy Look 保湿黑面膜必娶女人。